原来如此。那个弄走的还穿内裤，好不好？提伊达穿短裤已经很好了。你看这个弄走，哎，都穿内裤在外面跑，哎。まだ邪魔するってのかよ。召喚士は通す。ガードも通す。決まりは通さない。決まり不行。決まりはロンゾの面汚し。ロンゾの使命を捨てた者。一族を捨て、御山も捨てた。小さいロンゾ。弱いロンゾ。御山は弱く小さいものを嫌う。圣山讨厌弱小的人。登りたければ。要打就打。没错。勝てると思うか。证明我家キマリ有多么神勇。キマリの角を折ったか。忘れてはいまい。キマリは一度もヴィラン体系に勝てなかった。我这几年来没有白混。勝つと決めた。こんな。ロンゾの問題だってのかよ。キマリの問題だ。キマリ的问题。ギマリ的问题就由ギマリ来解决。ロンゾ。やつ先にしてくれよ。角なし、角なし。角なし、角なし。角なし、雷电五十五，怎么那么废啊？火焰220，没有很强啊。哎。不太痛啊啊，不太痛啦啊，没在怕的啦，你们只会这几招而已，是不是？那换我咯，换我咯，换我咯。我可以用火焰吗？他刚才用火焰，所以我要对他用雪花啊。喂，换我咯。好像有差距哦，冲撞，哎呦，200多的冲撞，哎，好像有点强哦，好像有点强哦。来啦来啦来啦，等你死啊等你死啊，即便我看不到你们的血量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武器？弱小的龙族，弱小，什么纯白微风？哎，在补血嘞，正在补血了，暴雪。哎呦，你的暴雪在干嘛？在帮我瘙痒哦。你的暴雪在搞笑哦。你的暴雪太好笑了吧。让你看看什么才叫暴雪。哎呦死。噔噔噔。冲撞了，又要冲撞了。再来啊再来再来再来。黑魔法啊，电雷。噔噔噔。不用一直问陆行鸟啊，上一集你没有看到结束嘛，所以你才会一直问陆行鸟嘞。你把上一集看到结束，就不会问这个问题。哦，金玛丽倒下来了，雷电。先把一个干掉了。噔噔，中暴雪。喂，用火试试是不是？喂，他倒地了，一个倒地了。怒了吗？你怒了吗？你怒了吗？狂暴哎、欸！哎呦，狂暴哎、欸！我要先吃东西啊，道具啊，高级治疗恢复1000，至高完全恢复。哎呦，至高我这么多、哦，那我先完全恢复一下。噔噔，龙剑干嘛要吸他什么技能？他的技能那么废，他的技能那么废，我才不要吸嘞、欸！看穿，我想想换一下道具，哎，交换武器，即使物理贯通物理，没有，我没有看穿呢，哦，那就继续打、啊。他的武器这么废，来啦，用火焰是不是？烧点你，烧点你一下啦。都差不多啊，火焰都差不多，冲撞又要冲撞了。好像有变强哦，好像有变强哦。来烧点死，我都用一下好不好？都用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呜呼呼！
那个要等下面的气挤满了才能用。又要补血了，又要补血了，啊，又要吃药了。百万治疗药剂什么恢复？友方所有，友方一百，恢复一名啊，就是自高了。战斗就是自高。哎，全部恢复了，再等你撞啊，再等你撞。他就是只会跑来跑去，然后我就恢丢个恢复药水，有没有？冲撞很有用。我要赢了，要吸冲撞吗？又不一定吸得到，而且吸到了还要把气挤满，干嘛那么辛苦？魔法啦，中火焰啦，噔噔噔，喂，哦，烧完了没？他还没完呢、欸，哦，好会冲哦，冲来冲去的，好啦好啦，吃一吃啊，要赢了啦，我没把它放在眼里啊，啊、姨妈，你最会吃药了，光吃药就打死你，有没有？吃药就可以打死你了，没什么难度，你就只会猛冲、猛冲、猛撞而已。哦呦，趴在地上了，不行了哦！姨妈你弄走，姨妈你弄走，我从哪里干得漂亮？他承认我是龙走的人了，姨妈你弄走，噔噔升级。回归幻光球，赞！キマリ強くなったな。キマリ，キマリ你变强了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跟在 Yuna 身边，不强的人早就被抛下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啊，Yuna 不会随便抛下人的。霊峰ガガゼトよ。哦，战斗完就承认我了。任せたつわものの。栄えある名前を伝えよ。好有失败者的气度哦。しかと覚えよ、ガガゼトよ。その名は決まりロンゾなり。因为我打败他，他就承认我嘞。決まりの強さを知った。決まりを受け入れるだろう。这就是失败者的气度。召喚師、寺院からの手は。我らロンゾが食い止める。ロンゾ会挡四月的追兵。昔、キマリの頭脳を追った償いだ。召喚師の後ろから来る敵は我らが倒す。ロンゾ、好了不起哦。キマリが倒す。お前ほど恵まれた召喚師。没有比你更幸运的了，召喚師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前の像ができたら。ロンゾが磨いてやる。はい。でも私は反逆者ですから、きっと像は作ってもらえません。ならばロンゾが作る。お、立派な像を作ってやる。还会帮你加上雄伟的脚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哦，这句话好感人哦。哦，这就是男人的友情。俺もユナの像を見上げたいと思った。我也想瞻仰。ユナと一緒にさ。跟ユナ一起瞻仰。我们要往上。跟你们讲话。比朗和恩格是龙族的勇者，即使输了也不会恼羞成怒。这就是勇者，真的应该会由衷的尊敬，凭一己之力战胜的基玛里吧。果然如此，基玛里，太了不起了，实在太了不起了。召喚師ユナ，哎，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しつこいっつの。对呀、啊，要怎么了？要怎样？哎、欸，为我们唱祈祷歌哎、欸！好了不起哦！
全歌声回荡在山谷中。灵山呢？全部人都来了。他们这一代很特别的就是你去每个寺院他们都会唱祈祷之歌，然后每一个寺院唱的都不太一样，都是那个音调啊，那个唱的人啊都有点不一样，很有趣耶。哦，我们接受了龙族的那个，这里是不是有东西啊？走过去看看。哎，有哎，两，我刚才看错，200万个不是啊，200万治疗药剂啦，不是200万个啦，200万个我就发了，有没有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火焰。派火焰出来烧一下，给你妈你啊！弄走，我们走过弄走，黑魔法中火焰，烧一烧啦，4000呢，4000有点多，4000滴有点多哎，等等等，大火焰烧，紅蓮の炎で灰におなり，呜。欸，还没有烧完哦，有点强，有点强，来啦，白魔法啦，广极速一下啦，等一下不要用烧的，等一下用砍的好了。呜呜呜呜呜 ，Yuna 被揍一拳了，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欸，他们怎么都对付 Yuna， 真是无耻啊，无耻无耻。只会对付 Yuna 太无耻了，看一下剩一个，火属性很弱，可是，他如果也打 Yuna， 我加 Yuna 就死了，烧不死烧不死啊！种子大炮，哎呦，还好他没打 Yuna 啊 ，miss 了，miss 真好，给我死。然后换。大家先治疗一下，白魔法中疗伤，为自己疗伤一下。咦，换人，换提达，提达一定要上场砍啊，一定要上场砍，换下去了啦，换一批人了。女生道具，不是，我要偷窃道具，还有什么东西？4个解毒药剂，换人，换一批人来了，我们要换一批人来了。Yeah， 剩一个了，哦，绿谷撑不住了，一旦双手举起来，有没有？我发现他们在那个圣山里面的怪都很怕火焰，圣山的怪特别怕火焰。转盘来一下啦，元素转盘。死亡倒数到一没有怎样啊，就是一啊，他就死了、啊，就这样而已。好了，没按到。移过去吧。刚刚还有谁没打？都打了吧。都打了哦。阿修罗啊，我不想要跟你玩的啦，阿修罗秘传，闪边啊，阿修罗。阿修罗滚滚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的摇杆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，太老旧了，等一下我换一支摇杆。好了，不行，应该要能起，不能中途换摇杆。我本来想换另外一支的，想不到它有无限。好了，那就继续吧。害我刚才流星没打成，刚才一直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可能是按到某一键了，它就一直嘟嘟嘟。有点痛。